饼来了最高潮的时候，每一家都是香港啊，香港金沙月饼啊，这个也很好吃，莲香油，哇，你很努力。很好啊，很努力啊，要跳要唱的，来来唱两首。不唱了，明天你给我发上 Facebook， 我就出名了。我就要你马上出名了。你看呢，今天他吸引了很多师奶级的。好有名的莲香楼的，对呀，广州的，20块9。厉害耶！哈童叟无欺。啊，这个还有跟童叟无欺有关啊。就是这个孝子是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张的学生，是张子怡的师弟啊。今天这里是他的舞台，好努力啊，每天都是很多师奶围着，每人几盒几盒的买，的确他是很努力的在工作。因为这个有价钱在那个店上啊，也是广州的，买这个送那个。你怎么想都可以，你管买哪个，反正不是买这个送那个就知道，是买这个送那个，就一样一盒。这个就是你比方看有卖那个小丸子的那个，就是不错了。20块9毛9，买一送一。20块9毛9。对。21块钱。对，买一盒送一盒，你买一箱我都送给你了。对。买小送大是不是？ Yeah. 买几盒就送你、啊，不是买大送小吗？这里面是4个合伙人，白莲蓉和双黄的，这里面是6个口味的。对，一共是7个口味，你20块钱买7个口味，10块蛋糕。所以热爱工作很重要，什么工作都能令你很有乐趣的。这个小伙子，小伙子行。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。梁涛。梁涛。梁涛是中